嗯，这样我们要走回来了。我感觉我在兜圈子。谢韦尔斯克是俄罗斯的托木斯克州的一座封闭城市。等一下，等一下，声音。吓死我了！哎，我们又走回来了。唉，真的很恐怖。这个是封闭的城，一座城市，在托木斯克西北15公里处的河托木河右岸，由俄罗斯联邦原子能构成的掌管，原子构成能掌管，建立于1949年，它被称为第五邮政，由于1956年升格为镇城镇，主要由数座核能反应炉和化工厂组成，目的是为了分离浓缩以及再加工铀跟这什么铁吗？同时也是俄罗斯自然现象研究单位的总部。此单位活动主要是研究当时俄罗斯境内发生的自然灾害。OK， 我们刚拿到了。哦，所以，哦，所以我懂。我们只在这边绕圈圈而已啊。Hello， 谢安娜。我又绕回来了。所以我应该要先，我刚刚走到这边来，所以我应该先走回去存档好了。欸，真的很烦欸，一直走错路怎样？Hello， 安娜，婷瑜。
这边走完了，好恐怖哦！ 62、47。 在这边呢，我们走到这边刚好62、47。 所以我们现在这边，这边是祭坛，我往这边走，会经过刚刚拿到第一个，然后遇到岔路走走桥墩，继续顺着道路走。哎，真的很好笑，他也不能走啊。 你妈妈的！你不能走，你叫我走这边，你那边设计道路，结果我不能走，那、啊、不在开我玩笑吗？哦，是这边啦，我走错了。哎呦，这边哪里可以走啊？Hello。 Joe Dick 558，安安你好。哎、欸，我过不去嘞，所以我必须要走上去哦，要上那个上祭坛。 哦，所以原来是这样。然后我们现在往继续走，往右边走，会遇到第一座桥。第一座桥之后左转，还没到。会有什么东西冲出来吗？会啊。 会有史努比会冲出来，很恐怖吧？史努比会冲出来哦，吓死你！诶，是这边吗？完蛋，我都觉得自己路痴。 是今天高中生报道，高中新生报道，怎么都是桥啊？这样我有点迷路了。 这边有字，54、57。 54、57，嗯，54。
57。我拿过了啊。等我一下，我释放一点小转圈。好了。哎，有新的帐篷，太好了。找到了，57、49，我们要找的是62、47，62、47，所以在附近而已。我们再继续顺着路走。顺着路走，我们会看到，第一个岔路，小岔路往左转。好，因为风也太大了吧？哎，风太大了，大哥！有东西耶！天哪！没捡到任何东西啊！我们现在应该在这里了。这边过不去，可恶！这边卡死了，他不让我走啊。
没有，怎么可能不破关不睡觉？一定会睡的啦。庐山应该在这里。今天破不了关了，照这个进度是没有办法破关的。风大雨大太阳大，我一个人在山上。进不去耶，我想要进去说。对啊，我还一直迷失方向。哎、欸，这边可以走上来，哎、欸，好屌、哦！哦，原来是从这边进来，我误会了。55/40，啊，这边也有哎、欸，所以要走到这边来。55/40，好。百兽夜行，仰慕屁哥干嘛？屁哥，屁哥暂时先封存。哎、欸，找到东西了。可是这很明显，进去都出不来了、啊。那进去就出不来嘞。苏联自然现象研究单位是关于异常事件0H91的爆发，最初事故分别发生于1951年以及1953年。地点同样是伊加尔地区的横越北极辅路线，俗称死亡之路的建筑地。火车铁路火车路建筑工程被暂停，而事件也被保密，所有目击者均被灭口。在1950年10月17号，根据目击者的口供，在伊加尔卡市西边和503集中营同样海拔的某处，不明地点喷射出了某种不知名能量，导致42名劳改工当场死亡。他们的身体上
突然蒸发掉只剩下影子。根据目击者口述表示，事件发生的非常突然而且快速。第二件事情发生于第三年后的1953年3月14号，在同样的武陵山其中一附近发生了一起凝固效果事件。12位劳改工的身体突然凝固，结果是12人均已死亡，他们的身体依然完好的被收藏在谢维尔斯克研究中心的12号部门。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Human being's mind is a curious toy, consumed by pain and madness. It resists, but defends itself.From what can set it free. The path to understanding leads through contradiction. We deny one simple fact, the fact that humans are the real monsters. And as such, we should treat each other. Although I had been deluding myself otherwise for so many years, I have finally figured out my true nature. Remember that in the darkness, you are never alone.There is always someone who awaits your fall.可以解释的还蛮不错的。人类内心是一个好奇的玩具，就是人类的心中充满了好奇心啊。他抵抗痛苦和疯狂的消耗，却又可以将自己释放出。却又可以将自己释放自由的东西隔离开来，意思是说，然后通过矛盾来理解事物。我们否认简单的事实，这是人类真正的怪物的事实，人类才是真正怪物的事实，并且我们如此对待彼此。虽然在这么多年后，我一直在欺骗自己，我终于明白到我自己的本性了。记住，你在黑暗中永远都不会孤独，总有人等待着你的跌倒。Hello， 安安啊。对啊，台风天啊，台风天反正就这样。有人开门。台风天真的不稳啊，没有办法，很多台都这样啊。像我刚刚去偷跑去看一下那个杰林的台，他也是很可怜啊，他也是从2000多人掉到只剩下600-700人而已。哎呦，我从上面掉下来，然后又回到这里，这也太有趣了。所以我又回来了，所以这只是一个通路。OK。Time does not heal wounds, as I've recently learned.
This truth was pounded into me by pain, cruelty, and lies. I learned from this. I remembered. It nearly touched the essence of my understanding, becoming the revelation of truth, when they dragged me down the corridor with my shattered bones. When they operated on me to observe the misplacement of my organs. When they put the worst nightmares into my head. When they closed me up, put me together again, and revived me over and over to test the limits of my endurance. And when finally, after so many years, they told me my wife was dead. Time does not heal wounds. 来叙述他被抓去做那个做研究的事情。可是我这样又回来，那我怎么出去啊？从这边出去哦，原来是这样。哦，我懂了。GTB 安安，那一只怪物吗？也有可能哦。我们刚好看到一个55/42，所以我们刚刚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现在出来，我们要往左边走。然后我记得这边是。所以我们现在是面对这个方向。就真的你要非常有方向感。好，对，我这个方向就对了。绕一圈嘞，这也是对还是错啊？哦，走错了，我们要从这边出去，然后会遇到岔路再选择。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那个高塔要怎么上去？我觉得高塔应该有东西吧？还是高塔没有办法走，因为它其实也没梯子。这个游戏不能攀爬，所以应该是不能上去。玩这游戏啊，我精神压力很大，大到我都会想要睡觉。因为当我精神压力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啊，我会想睡觉。这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吧。当我过于愤怒的时候，或者是过于疲惫的时候，我会想要睡觉。We're finally here. We met a group of Mansi people. They have weird tools. I think they're for hunting. We've also encountered local hospitality when we were not allowed to enter the railway station because we were singing too loud. But we received a very warm welcome from the local school. We had a bit of time, so we met with the students and told them about our expedition. When we reached another station, some drunk accused us of stealing his wallet.Police got involved, but luckily, after some explanations, the whole thing got sorted out. We spent the whole night in the train speaking about love, religion, politics.
When we felt tired, we went to bed. But since the compartments were not closed, we decided to keep watch and switched every couple of hours. There are moments when I doubt whether we are ready for such an expedition. Disturbing thoughts are haunting me. Maybe we misjudged our capabilities. Others say we'll make it, but I'm afraid. I have a bad feeling about this. As if a shadow of fear was breathing down my neck. I cannot explain this. It's time to take a nap.其实蛮恐怖的。他们到了火车站，他们见到了一组曼西尼人，然后他们用十分奇怪的工具，应该是用来狩猎的。他们被当地人友好的欢迎，只是因为他们唱歌太响亮，他不让他们进入火车站，但他们还是从学校受到了十分温暖的欢迎。现在还剩下一些空闲时间，他们便对当地学生讲了这次考察的任务。当他们到达下一个火车站时，有个酒鬼硬说是他们偷走了他的钱包，结果警察也牵扯进来，但还算幸运，经过解释之后就被放走。当我们全部人都待在火车上，谈爱情、谈宗教、谈政治，累了以后就去睡觉，可是却发现火车的卧铺门都无法关上，所以我们决定轮流睡觉，每隔一个小时就换一班人进行看守。可是有的时候他也开始在怀疑了，我们实在太嫩了，进行这样的考察任务还是为时过早。这些想法一直在他的脑海中盘旋，令他感到不安。或许我们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大家都会说我们会平安回家的，但我还是有些害怕。总感觉会有些什么事情发生，就好像脖子后面寒毛直立，就是毛骨悚然的意思，就好像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然后总有一些阴沉的想法，我也解释不清楚。不过到我睡觉时间了，这个游戏有点像是在。小说，它蛮像小说的。这边我在那边拿到了，所以这边走不过来，因为这边路坍塌了。地图上来看的话，我们是要绕过去，因为这边路已经不能走了。对啊，整晚都待在火车上，意思是说他们全部人都待在火车上。我会尽有可能的把故事内容搞清楚，然后再重演一次，让你们也可以一起身临其境，然后不要就是好像只是看我在那边恐怖而已，结果玩完之后你们也搞不清楚这个游戏到底是要玩什么。我比较喜欢是你们跟我一起享受剧情，一起看这个游戏的故事。最早消息是20名乘客受伤。你是说松山火车站那个惊人的世界吗？当这么惨。车厢里面爆炸、欸、等一下，那是社会事件吗？有点严重欸。这有点夸张哦，车厢爆炸欸。下去吗？我觉得好像不太对。
大家都是在拆行动电源，行动电源会爆炸。好像也有听说过行动电源会爆炸。现在是面对这边，所以我的道路我应该要走这边，面对这边有两条岔路，为什么面对这边会有两条岔路？没道理啊。那我到底走到哪里？先往这边走好了。静下来了，天色又变黑了，感觉没有好事情会发生。报告上面记住了建筑空间被扭曲，他们都认为我疯了。可是自从那时候以来，人类在世界各处经历上千件神秘又无法解释的各种奇异现象，许多事情都被记录了下来，也有许多确切的证据。但不幸的是，至今。许多科学家都还未注意到这样的世界，科学一点都不会重视它。我们去问了美国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的博士，全球各处都出现了异常现象，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仅在俄国跟美国便有数十起这样的事件，而我们也收到了许多关于异常危险事件的报告。因为每年记录下这些事件数目不断的提升。有关当局应该停止无视他们，应该要马上进行处理。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什么事件而起，但后果都非常的严重。在某些国家的政府甚至想要掩盖这个事件的行为，也已经欲盖弥彰，感觉十分可笑可悲。在1988年，克里姆林宫也正式对外宣布。在50年代成立的特殊自然现象
研究机构并不是为了解决异常的现象。上钟哎，天，不是，天哪，哦，走那么远了，我根本走错啊！哇，整个绕一圈嘞！到底要不要经过？我感觉压力好大。他到底？消失了，所以他是好人。哦，原来是这样。至少他没有攻击我。25田玉是美女，当然很多人竞争啊。很正常吧。FB 上面一张美一个美女有十几二十万人追随，不是很常见吗？所以他没有发现我，他发现我他会出现。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他会走来走去的。哦，我懂了。那个中年大叔破千追随，还有另外一个中年大叔破几十万追随了，我不说了，对不对？天哪，会被发现了，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他真的是知道我在这里，他只是没有追过来而已。他越这样，我越想要走过去，你知道吗？因为我越觉得那边一定有东西。不然打架没有办法打，
只能被他打而已。因为他都会突然出现，突然消失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会不会突然出现在我哪里。哎，找到找到了！不要，刚刚我说了不开啊，因为那个我没有穿上衣啊，开视讯不太雅观，我不想穿，因为很热，我不想开。格里戈尔·阿达诺维医生对于0H91异常事件的证实，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这动静完全超越了极限，而且它的能量数据更是高的离谱，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还记得那个佩特尼克医生，他说过他听见了一个歌声，他看见从光芒中走出了天使。我们很清楚，待在这个异常点附近太久会很危险。但是我们必须要进行更多的实验，所以我们决定使用囚犯。之后我们就建立了22号部门。对啊，罗上身啊，我没有穿衣服，所以我不想开视讯，因为很热，不穿衣服比较舒服。我不想开冷气了。因为这几天冷气有点开太多了，睡觉前都会开，想少开一点。看一下我现在在哪里。我在这里。56、25，51、30。哇，整个差一圈呢！所以我们刚刚莫名其妙从这边接到这边来，然后这样一直走，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接的，超奇葩的。从这边可以接到这边来，然后再这样接过来。机动有放台风假，有啊，所以明天本来有班有工作也变得不用了。他刚晚上8点多的时候打来跟我讲，然后是明天放假了，所以就没事。看一下啊，51、30，这附近有没有752？但是我总觉得不可能那么少啊，这边一定有啊，不然这边怎么可能？这么一大块地，什么东西都没有，这边一定也有东西啊。所以我们现在这里，我们下去之后要左转，左转会经过一个桥，然后顺着路一直走，顺着山谷一直走，然后再右转。早上会，明天早上会开台。所以明天早上修台就取消了。
来明天要新生训练，结果放假，那就要拖到下礼拜一啦。下礼拜一并下礼拜一新生训练。You have to go faster. 啊？ I don't have a lot of time left. You have to hurry. Find the way. Find me, or I'll unleash hell upon you. 他叫我找到他，为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怕！哎，不能靠近烟雾啊！是要出国，对齁，你要去日本齁。Go faster. I don't have a lot of time left. You have to hurry. Find the way. Find me, or I'll unleash hell upon you. Find him, 不然他不会让我跑过。可是你总要让我过去，我才能找到你吧？这样我怎么走啊？上去了，上去了。我们过桥，继续走，然后左转之后再右转。好。啊啊！我太慢了，他追上来了。所以那个雾不能碰到，那雾碰到就死掉了。我在看地图说。这个游戏是在说乌拉尔山，乌拉尔山的真实发生的故事改编而成的游戏。现在这游戏里面的内容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发生过的事件。I don't have a lot of time left. You have to hurry. Find the way. Find me, or I'll unleash hell upon you.哪有路死？你搞错了。
不是毒气了，那已经是那个。这是落石。他会追过来吗？没有人，就这样。有钟声呢。从前有一个人叫做拉法，在乌拉尔山里面尖叫，然后就回到台湾去生活了。哎呀，那是神经病吧？哦，这种宽阔的地形我最讨厌了，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会走到哪里去。算了，我们跟着钟声走好了。有东西。We slept in something you could call a hotel, two persons per bed. We woke up at 9 a.m.It was actually quite comfortable, although it was a little cold because we forgot to close the window vent. We ate breakfast, packed our things, and at 11 a.m. we were ready to go. We set off in the back of a truck, so it was a bit cold. During the ride, we talked about absolutely everything we could think of. On the spot, we spoke with some local workers. I remembered one in particular. He had a red beard. Friends called him Beardman. We cooked and ate dinner, and now we are resting.Half of the group is looking at some maps, the rest are sleeping. I started handling the equipment and writing. It is still a bit too cold. My hands are shaking, but finally my thoughts are much brighter than yesterday, no creepiness in them whatsoever. There's a long way ahead of us, but the only thing I can feel is excitement. It seems as if the forest is calling us. That beautiful, magical, dark forest. Oh.我用我看懂的意思再念一次哦，所以字我念的不会跟字面上一模一样。我们睡在你们称为旅馆的一个地方，总共两个人睡一张床。我们早上九点才起床，虽然我们因为忘记关掉通风口而感觉到有点冷，因为他们忘记关掉那个关窗户了，所以他们觉得有点冷，不过还是挺舒适的。我们随后就吃完早餐，然后收拾东西，在11点的时候我们就准备要出发。我们乘坐在卡车的背后，那边感觉上有点冷。在行驶过程中，我们畅所欲言，我们不断的在聊天，就对了。到了地点，我们和当地的一些工人聊天。我们对其中一个人印象深刻，他有一个红色的面包，所以我的朋友都叫他面包男。我们做饭之后吃了个晚餐，现在我们准备要休息了。一半的人在看一些地图，剩下的人在睡觉。我开始准备装备，并开始协作。天气还是有一些冷，我的双手虽然在颤抖着，但是我的思维比昨天还要清晰了，脑海中不再有什么奇怪的想法。我们要走的路虽然还很长，但我唯一感受到的就是兴奋，似乎森林正在呼唤着我们。那是一片美丽的而且具有黑暗魔力的森林。这关过得去吗？不行。好，捡到东西我们就看一下地图，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在这里了，所以我们刚刚成功过来了，所以这边不能走，因为我们61:33。
我还是对这边很有兴趣，所以我先把指北针指向这里，指南针啊，所以我们现在是面对这里。看地图一定要把东南西北先搞定。好，我们现在面对这里。那我们现在在这里，那我们先站在道路上，因为这条道路是不在地图上面的，所以我们不会知道方向。这边好了，选一个不错的地点，然后拿出地图是南面向上，然后我们面向南面，这边这样子。好，我们现在在这里，面向这里，所以我们的右手边是，所以我等一下要往右手边遇到道路要右转，遇到岔路要走下面。好 ，OK， 好。要稍微往右边一点。这边有遇到第一个岔路了，我遇到第一个岔路了。左边是往中塔，这边是往中塔，这边是。中塔这边是死路哎，所以我们先过去中塔好了。要看清楚有没有东西哦，不然超可怕的。又来了。钟掉下来了，为什么会有钟声？ Finally, we made it to the pass. Thank God, we made it. On our way, I felt someone was following us. I heard strange whispers around. I sometimes even caught a glimpse of a moving shadow in the trees. There were moments I could feel someone's breath upon my shoulder, but when I stopped still, hearing the snow crunching under one's boots, and turned around, there was nobody there.I had the impression this is a place of some horrid altar of madness. Nothing is as it should be. Or it's some kind of a nightmare. And then we found the bodies. Something told me not to look, but it looked like something was sticking out. Or maybe there was just some voice in my head which kept repeating, go down there, go. I can hear it clearly even now. So I went down and found the remaining four. The way they looked,What on earth could have happened to them? I'm not able to describe it in detail. Smashed skulls, twisted limbs, broken ribs, torn, cut, or burnt skin. Never ever have I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A gruesome image of madness or some sick experiment. As if someone or something played with them and abandoned the destroyed toys in the forest. I felt madness was slowly but firmly overcoming my soul.好，我再讲一次哦。终于我们成功来到这里了，感谢上苍，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路上，我感觉到有人正在跟踪着我。我听到奇怪的低语声，有时候甚至看到树林里面有一个奇怪的人影在移动。有些时候，我可以感觉到有人甚至在我的肩膀上呼吸。可是每当我一停下来，就可以听到有人正在。靴子踩雪的声音，但当我回头的时候，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感觉到这里是非常疯狂可怕的祭坛，压根不像它应该原来的样子，或者这根本就是一个噩梦。后来我们找到了一具尸体，我的直觉告诉我不要看，可是那看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探得出来一样。或许这是我脑子里面的声音吧，一直不断地重复着下去那里，下去。现在我甚至可以听得更清楚，所以我走下去，而且找到了剩下幸存的四个。
他们看起来的样子究竟是什么样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我无法太过细数的描述他们的状况：破碎的头颅、扭曲的四肢、断掉的肋骨、撕裂、割伤，还有烧伤的皮肤。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是什么疯狂的病？是什么疯狂或者是病态的实验的可怕景象？就好像有什么人在把他们当东西一样玩弄着，然后把这些玩具丢在森林深处里。我感觉到疯狂正在慢慢的侵蚀我坚定的灵魂。所以他为了引导你剧情，所以他会出现一些雾让你继续走。原来是这样，那这样我懂。我们刚拿到的东西，我们走到这边来了。所以我们要背对着灯塔，背对着钟，然后拿出地图。我们现在是背对着钟，拿出地图之后，我们要左转，走上坡之后继续走，遇到岔路右转，右转走下来。OK， 好。这边有记录点，对，我没走错，52、34、51、34，我们现在只剩四个点，43、90、54、55、80、11、83，可是这边都没有，可是我觉得这边应该有东西，7跟52，所以我们现在上面其实大家都是在上面了，7、52在这里，然后43、95。43、95，大概在这边。43、45、84，大概在这里。然后14、83、14、14，大概在这里。所以往右移83，所以剩下这个地方逛完我们就结束了。我们继续走，顺着大路走。等一下，这边是不是有东西啊？我刚刚看这边有东西了，没有。对，没错，明天跟晚上都是正常开台。我今天会准时睡哦，因为12点准时会关台，因为我一定要把睡眠时间弄好。我这几天睡眠时间都很快，所以你们看我睡那个开台时间都 delay 延迟，我不喜欢这样子。我还是要秉持原来的风格，就是开台时间要稳定，这样子你们追台才会方便。不是啊，大哥，这边是死路哎。这边是断桥啊，我们刚刚从那边过来的。对啊，明天台风啊，明天台风我们应该会开一些，把它当成假日台来开吧。本来大家都放假，很少那种工作放假，然后学生也放假的时候。我到底要怎么走？完了，我迷路了。这边是岔路。所以右走，往这边走会遇到那个，会遇到刚刚我们过来的那座断桥，可是是另外一个方向。我们来试试看。这个游戏恐怖归恐怖了，但至少，又
58 25但至少他不会让我整个重录一了。如果他每次死掉都重录一，其实我还蛮想打人。58 25，我们先看一下58 25在哪里好了。58 25，我已经拿了，这边已经拿了。然后我们现在在这里，在断桥。可是断桥为什么下面可以走啊？他是告诉我说下面可以走，没有道理啊，下去就死掉了。哦，哦，原来是这边哦。好，那这样我知道了。我们现在遇到另外一个岔路啊，岔路是哪里？走回来之后要，左转，好，左转。完了，我有点小迷路了，先走回去好了。看起来这边是路没有错。应该在这里了，好，我们就这样绕上去。它果然就是一小圈而已。那这边有什么遗迹数字可以看吗？没有，没有数字，也没有提醒。倒是有一根破木头。就是你，其实我一开始应该就是走反。走一些没走过的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吧。哎，有东西，这么刚好。警告：精神病已经逃出来了。一位极度危险的犯人从莫斯科精神病院逃离出来。我们接获此通知，此人极度疯狂，并有严重的被害妄想症。对不起哦，我不小心逃出来了。其实我刚从莫斯科精神病院逃出来，然后不知不觉就捡到了一台电脑，然后那个不知不觉就开了个实况。在这边啊。这边是刚刚山峰的地方。
我们现在走回来。那边有尸体耶。明天哦，会啊会啊，明天会玩啊。我想说已经连续玩三四天了，换个游戏玩一下。有狼叫声却没有看到狼，对啊，这是神奇的地方。跑太累，萤幕就会花掉。大峡谷哦，这个游戏的节奏有点慢，因为地图太大了，然后你要收集东西，你才能看完整个那个。这个游戏的故事，还有来了，然后消失了，他就突然消失。很热来，说真的，有时候我还真的不知道要走哪里。这游戏，对啊，这附近超多。哎，等一下，这上来干嘛？这个斜坡这样子啊？啊，什么都没有。先把指南针指向这里。我们刚从那边走过来嘛，所以我们应该是走到这一块。那我们现在面向这边，所以我们要继续往这方向走。起个鼻涕啊，等我一下，不好意思。他不会走上来吧？哎、欸，他真的走上来了啦！哇！哎、欸，完蛋了！大哥，不是这样吧？哎、欸！哇、哦，吓死我了！到了，哇！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嗯，慢脑啊。
面真的很多耶，今天怎么那么多啊？差点被刚对啊！哇，超夸张的欸！他这个走两步消失，走两步消失，这样搞个屁啊！这样，哦，天哪，压力好大，这边人太多了，我受不了。对啊，被摸到就死了、啊。你就要从上一个记录点开始啊，又要再重走一次啊。哎、欸，这是什么？遗迹吗？对，好恐怖的东西哦。睡袋还有门，上面写着61 32，61 32，啊，61 32，我要哪啦、啊？这哪啦、啊？我现在在哪里啊？我现在完全没有头绪，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他、啊、怎么突然明亮？吓死我了！在我附近一跑就会被发现，可是不跑又不行。我东西在讲话。你有听到吗？有东西讲话的声音，而且那边那个门没有办法进去。这门进不去，不然我还想蛮想，还蛮想要进去的。所以这边进来就只是看那个61 42 32。不会什么都没有吧？至少让我解个东西，我这样知道我在哪里了。我已经迷路了，我也知道这条路我没有走过了。我现在正在把这整个游戏的地图 Google 到我的脑海里面，避免一直走错。我蛮喜欢这种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电影啊或游戏，因为当你破关之后，你可以去找相关的新闻，或者看完电影之后，你可以去找相关的事件，来弥补你在电影中看不懂的剧情，或者在游戏中看不懂的地方。为什么他设计这样的游戏？他的游戏的宗旨在哪里？然后透过游玩来理解这样子。I have chosen you. You are remarkable, just like me.
But you are losing your mind, my friend. You're slipping slowly into the abyss, and there is no one to give you a hand. And at the bottom, I am the only one waiting for you. 我没有疯掉啊，大哥。疯掉的是你，不是我。这边有东西，看到了。可是我没有办法过去拿，那也是一开始我摔死的地方。我在想一件事啊，他会不会是从另外一边跳过去啊？你看它的高度，如果从这边直接走过去是 OK 的，所以我应该是要想办法绕过去。刚开始不太会玩，莫名其妙摔死，现在比较不会了。27/52，你们这个拿了吗？27/52，这个拿了。